他还有一点讲说，你第二支影片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你自己有没有要反驳的？没有，就是给他说吧。给他说，所以也是半默认吗？没有默认。千万不要是软男呐、啊！爱人啊，快变，变作真正的男子汉。现在已经算很熟练了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他进步真的蛮多。好像听说上个礼拜六生意爆好。没有错，业绩达到三倍。你的粉丝来很多。对对对。那你的粉丝有增加吗？也是有啊，五到千人。因为你之前打工好像都没有到做很久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有让你觉得说，可以真的长久做下去吗？会有会有。因为大家都很好奇，所以你每次都说你自己很穷很拮据啊。对，蛮久的。到底有多穷啦？没继续。你因为之前那个拍片的钱就花光。对、啊。今天那个导演啊，他又有写说什么13点，之前那个。保全还是什么外送的都是借来的，不是真的打工。保全是真的有，但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攻击你啊？总之我都把他的一切都封锁掉了，也没有再联络。他还有一点讲说，你第二支影片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你自己有没有要反驳的？没有没有，就给他说吧。给他说，所以也是半默认吗？没有默认。那时候是紧张嘛？对对对，片商说第四支正在筹备中，但对象还没有选出来，还没有决定。我今天看他讲才知道，说你之前跟新轩有关系。哦，那个没事了。嘉华就突然站在我的身后，然后什么也不说，然后嘉华就是用顶的方式，然后到最后他是有偷抓手。有还过了吗？有还过，从去年10月的时候。那他怎么说你都没还？就是为了要打击我。而且他还讲说你之前那个什么拍片赚的钱还是什么，说要给妈妈没给。我是存起来的。然后后来那些也都花光了。但现在都还赚得来吗？还是慢慢的努力吧。啊，而且你还要每个月还6000块。对。可以来公馆当天秀他的前面找我买鸡蛋糕哦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第一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